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帝国对决：一战风云》节目。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瓦尔登湖畔的血战，一战中的消耗战；二、皇帝的新装，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游戏；三、铁幕下的爱情，战地护士与士兵的禁忌之恋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瓦尔登湖畔的血战，一战中的消耗战。 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那场发生在瓦尔登湖畔的血腥纠纷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打架斗殴，而是一战中的一场残酷消耗战——瓦尔登湖之战 （Battle of Verdun）。首先，我们得设定一下时空背景。时间是一九一六年，地点是法国东北部的瓦尔登。这里不是度假胜地，而是一片将要被炮火翻耕的战场。德国军队计划通过一场大规模攻势，名为“审判之剑 j g e r a c t 来审判法国军队的防御能力。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，消耗法国军队至崩溃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战斗的主角们。德国的指挥官是冯·福尔肯海恩，一个喜欢大规模攻势的将军。而法国这边有一位名叫菲利普·贝当的将军，他后来因为在这场战斗中的坚韧防守而成为了国家英雄。瓦尔登湖之战可以说是一场典型的消耗战。德国人以为他们的炮火可以轻易的摧毁法国人的士气，但事实证明。 他们低估了法国人的坚持和瓦尔登要塞的坚固。法国人的口号是“他们不得通过 ”，I L S N E p a s s e rond par。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整个战争的象征。战斗开始了，炮弹如同下雨般落下，战壕中的士兵们经历了地狱般的考验。这场战斗不仅是对肉体的摧残，更是对心灵的折磨。士兵们在泥泞、血腥、疾病和死亡的环境中挣扎，有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与鼠巢和腐烂的尸体为伍。 瓦尔登湖之战持续了将近十个月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法国人损失了约三十六万人，德国人也有约三十四万人伤亡。最终，德国人未能实现他们的目标，法国人坚守住了阵地。这场战斗成为了一战中最具标志性的消耗战之一，也是军事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。瓦尔登湖之战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战争不仅仅是战术和策略的较量，更是人类意志和耐力的考验。而这场战斗的遗产。 不仅仅是那些被炮火改变了形状的山丘，更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的无数生命和被摧毁的希望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瓦尔登湖畔享受宁静时，别忘了这里曾经发生过的那场血战。他提醒我们，和平是多么的脆弱，而自由和安宁是多么的珍贵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《皇帝的新装》、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游戏。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有趣的历史小故事。 这故事的主角是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威廉二世。威廉二世这位皇帝可不是个普通的君主，他有着一个特殊的爱好——战争游戏。不过别担心，这不是真的战争，而是一种模拟战争的游戏，可以说是早期的桌上游戏。威廉二世对军事策略充满热情，他喜欢在巨大的沙盘上摆弄小小的士兵模型，规划攻防策略。这种游戏在当时的军事训练中非常流行，被称为克里格斯皮尔 c r i x s p i e l 一级战争游戏，这些游戏不仅是娱乐，更是一种严肃的战术训练工具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点幽默。想象一下，这位威风凛凛的皇帝，穿着他最华丽的军装，戴住闪亮的头盔，正蹲在地上，用小指挥棒指挥他的迷你军队。他的臣子们围绕在旁边，一脸严肃的观看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沙盘战役。当然，他们都知道，最好的策略就是让皇帝赢，否则晚餐可能就要吃干面包了。 威廉二世的战争游戏不仅仅是游戏，他们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军事野心。他渴望将德国建设成一个世界级的海军强国，与英国抗衡。这位皇帝的野心和他在沙盘上的战术一样，都是大胆而有时又显得有些幼稚。不幸的是，现实世界的战争并不像沙盘游戏那样可以重来。威廉二世的野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这场战争的结果远比他在沙盘上的任何一场模拟战役都要惨烈。一九一八年。 战败的德国被迫签订了凡尔赛条约，威廉二世被迫退位，流亡荷兰，结束了他的战争游戏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，下次当你玩桌上游戏或是电子游戏中的战争模拟时，记得这些游戏有时候比看起来更加严肃，他们可能正反映出某些人的真实野心。但愿我们都能从历史中学到，真正的智慧不仅仅在于如何在游戏中获胜，更在于如何避免现实世界中的战争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。 铁幕下的爱情，战地护士与士兵的禁忌之恋。当然，亲爱的听众们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浪漫又充满戏剧性的主题——铁幕下的爱情，特别是那些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萌芽的禁忌之恋。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充满了苏联红星和冷战阴影的时代，而在这个时代，即使是爱情也可能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叛国行为。但是，就像在任何好的肥皂剧里那样，爱情总是找到它的道路。 即使是在坦克的轰鸣声和无线电的嘶嘶声中，首先我们得承认，战地护士和士兵之间的爱情故事并不罕见。毕竟，战争是一种极端的人类经历，它能够将人们紧密的绑在一起，尤其是那些在前线共同经历生死的男女。在铁幕的阴影下，这种关系尤其复杂。你可以想象，一个苏联红军士兵和一位护士在某个遥远的防空洞里交换着情书，这些情书的用密码写成，以防被政治指导员截获。 但是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些故事并不总是以幸福的结局告终。在铁幕的另一边，西方的间谍机构可能会对这些情侣的故事嗅觉灵敏，试图将这段禁忌之恋转化为政治利益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穿着皱巴巴军装的士兵在接受审讯时，被问及他的心事，而他只能紧紧的抓住那枚已经磨损的爱情信物，希望他能给他带来力量。不过，幽默一点来说，这些战地爱情故事也许是冷战时期最热情的事情了。 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里，这些爱情故事就像是在铁幕的裂缝中绽放的野花，顽强而美丽。它们提醒我们，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下，人类的情感也能够生生不息。最后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当这些士兵和护士们终于脱下军装，回到了和平的生活中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许会成为他们后代口中的传奇。他们的孩子们会听着这些关于在铁幕下相爱的故事，惊叹于他们的勇气和坚持。 同时，也许会偷偷的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时代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们，下次当你们看到一部关于冷战的电影，或者读到一本关于那个时代的小说，不妨想一想那些在铁幕下，战地护士与士兵之间的禁忌之恋。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历史的注脚，他们是人类情感的见证，是我们共同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亲爱的观众们，我们今天聊的三个历史小故事，一个是关于瓦尔登湖的血战，一个是关于威廉二世的战争游戏，还有一个是关于铁幕下的战地爱情。这些故事或许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只是简短的一小节，但它们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故事和人类情感。瓦尔登湖之战提醒我们战争的残酷和人类意志的无穷力量，它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代价以及和平和自由的珍贵。 威廉二世的战争游戏则告诉我们，虽然战争模拟游戏可能很有趣，但在现实世界中，战争是无法轻视的。铁幕下的战地爱情故事则讲述了人性和情感的力量，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，爱情依然能够生生不息。这些故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，它们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知识，更是为了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教训。它们提醒我们珍惜和平，追求自由。 并且在面对困难时坚持自己的信念。现在，我想听听你们的观点和问题。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们觉得战争和爱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？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，我期待和你们的讨论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